你跟踪我。好了，我出门了。建华，你穿这么漂亮。那女孩子出门穿得漂亮一点怎么了？嗯，没问题啊。你不会还生中年气吧？怎么了？滚吧。没有。那就好。啊，晚饭我跟花花一起吃，你就不用等我了。哦。哎，花花。喂。哎。那个科科电话打不通啊，他是不是和你在一起啊？哦啊，他对的对的，我们在一起了。他现在去卫生间了，估计手机没有信号吧。哦，这样子啊。嗯，对，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我先挂了，我忙着试衣服呢。好，好，好，行。哎，云科，文轩，你跟踪我。云科在不在啊？帮我开开门，我被锁里面了。你知道错了吗？我操，你谁啊？怎么在我家？云科呢？你还是提他。这种人就应该在里面自生自灭。有本事你开门啊，云科！哎，云科，云科，云科，帮我开门，云科！云科，云科，帮我开门。文轩，云科，你没事啊？我操，你怎么在我家？他是我弟弟。他是你弟弟？对。怎样？没事，刚刚爸爸冲动了一点。怂逼，姐，昨天就应该把他丢路边不管，知道吗？你，我昨天怎么了吗？你忘了吗？怎么了？滚了！哎，文轩，文轩，文轩，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你是不是喝多了？我给哥哥打个电话。哎，佳杰，今天听姐提起你啊，要不带你出去转一下？不用，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带我姐离开你。谢谢哥。你配不上我姐。顺便跟你讲一下，我姐的性别说吧，她已经真正的回来了，像你这种穷小子，自己能干什么？行，我穷酸小子吗？还有什么事吗？回来了，东西给我，我帮你拿。佳杰呢？佳杰出去了。哦。文轩，你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啊？是有点啊。其实我一直不想让佳杰跟你见面，是因为这小子他嘴巴太毒了，而且他也一直不喜欢你。看出来了。但他喜不喜欢不重要吧，重要是你喜欢吧。你倒是开朗啊。那肯定啊，所以你喜欢我吗？我当然喜欢啦。来啦。哥哥，我哥哥，这是小结巴看到熟人都哭了，现在变成一个大帅哥了，公司高管年薪几百万呢，是真的吗？君の
好你今天是不是好了早点把身体养好咱们每天都是七夕对不对我知道好了等我好好听医生安排好了我出去一趟有点怪了拍手も響き渡る歓声もいらない君だけ分かってよ分かってよ誰夢が叶ったの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誰夢が叶ったの情人节快乐我带你回家吧お似合いの言葉が見つからないよ